很久以前粘在这里的 sticker， 到现在都还在啊。现在要去尽量拿两天的 MC， 然后过去就好。去走走，吃东西，夹娃娃，玩 KOF。好怀念哦，好久没有过来阿摩丘了。对啊，以前很喜欢他这里的一摊板面店，所以会特地坐车过来这里吃他板面。哎，如果等下板面有开的话，就吃完板面吧。现在就前往。然后去先去 Superamo， 然后我也不懂哎，再看吧。Yes。等一下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他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呀，真是。你也是来夹娃娃啊？我看今年我就不做生肖的 video 了吧？对啊，因为坦白说，我不太喜欢做这样的 video 哎，我比较喜欢做比较生活比较。因为今年就是不做生肖运程的 video 了。属兔的朋友们在财运方面太喜高照。说不上来为什么，但是我就觉得这个很骗人钱的。你不办晒黑吗？我很爱吃披萨，可是这样的披萨看起来不太像披萨了吧？可是还是感觉上会很好吃。我要找的就是这种手机壳，可以让手机站 horizontally 的，方便拍摄。可是价钱太贵了，60 ringgit， 哎。哎，只夹到了一只。我们现在就过去一川的房间，看看他夹到多少只吧。我相信他应该夹到不多，可能跟我一样一只而已吧。可是也很难讲，因为他夹娃娃夹得很疯狂。我去看看吧。大哥，你夹到多少只？哇，这么多只！太好了。你花了多少钱？200。200，帅！我不服，现在再回去夹吧。我要美美的狗熊，我要美美的狗熊。Thank you.
你听着。